先生，胡先生，胡先生，三个字。胡先生就不应该讲。啊，谢林懂一招，我们是邻居，然后又是亲戚，我买一朵金猪肉，我就糖一朵。他是台湾的素食小王子，手口并用好厉害哦。要不是下面挡住，他脚也可以用哦。一二三。好，还有最后嘞。哇！到礼拜三到礼拜五，他就跳三条，我记得住看哦。